我开始讲就开始了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Alan。 好，那刚好非常刚好，上一个专案就讲到 Wikidata。 好，那我是 Wikidata 台湾社群，然后也是来自美术经验资讯组的 Alan。 好，那因为这边有很多新参与者，那欢迎大家来到维基百科的靠山 Wikidata。 好，有机会的有带笔电的人请用笔电，不要用手机。哦，他手机 UI 很烂，所以就到 wikidata.org。 那 wikidata 是一个真正的任何人都能写、任何人都能用的知识库。因为像维基百科，它的 license 是 CC BY-SA， 那 wikidata 就直接给你 CC 0，所有 wikidata 的内部资料都是 CC 0的，好吗？不过要强调一件事，这是 wikidata 内部 ，OK？ 那在 Q16078371 就可以找到 GDB。 好，那它填起来就跟表格一样，非常容易，非常简单，所以欢迎各位那个参与者不用懂写程式也可以去写看。好，那同时 Wikidata 是维基的一个全球跨语言专案，像是你在 Q865 可以找到中华民国，在中华民国里面就有100种以上的语言翻译，包含一些很冷门的语言。所以如果你对台湾的一些语言有兴趣的，包含在目前 Wikidata 没有收录的有客家语等等的，有兴趣的也可以来找我们。那也横向记载同一个项目在不同资料库中被储存的位置，所以你只要到那个东西的 Wikidata， 你就可以同时找到所有不同的资料库里面这个东西被收在哪里。那欢迎直接打包带走。你 Wikidata 提供整包带走的服务，目前全球的 Wikidata 5600万笔知识才 53.2GB， 非常划算。那你也可以用 Sparkle 查询特定资料。那我们在找什么人呢？我们今天不找人，我们今天找专案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关注的自己的专案跟 Wikidata 可能搭得起来，像刚刚那你可以来找我们。然后有自己关注的议题，想要用系统性记录下来的人，也可以来找我们。想要写东西，但是觉得写维基百科很困难的人，也可以来找我们。你想要找人干话聊天的人，也可以找我们。然后在 Wikidata 台湾就可以找到我们。那我今天在会场上面随意游荡。那我们有编辑老手跟工程师。然后还有就是，我们也有其他专案，包含像是这次的 GDB 获奖的专案，也是使用 Wikidata， 那也有相关工程师在现场会分享经验。大概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这个提案太厉害了，一网打尽，所有专案都会。